迎接某些种病毒，因为目光就是放出跟那个进入，你会接受大自然的能量从眼睛嘛，最主要，然后放出也是从眼睛哦，所以你的眼睛是什么脑子？会经过脑子再到全身的，它本来就有两个循环嘛，所以你的眼睛一定是连接到脑，连接到你的身体的。但是五感其实眼睛，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，所以你的全身的器官或是什么，其实都跟眼睛是相连的。完全正确 ，OK。